我看看你那个打桩到底能不能打啊？你也是上过擂台，打过寨的，打过武侠雄风的，好不好？今天我们也点一点，带上拳套干一干，好不好？一个是以打砖出名的铁掌大师，也是万里冠军；一个是抖音武林的格斗大王，他与昆山太古雷龙一战，曾被认为是当年抖音武林最精彩一战。铁掌大师去上海接受格斗大王的现场打假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其中有铁掌大师自带的砖，也有格斗大王从霹雳手老顽童那里拿过来的砖。我在现场看到了，我在现场看，我打不动的，我肯定打不动，我打不动，是真砖啊，确实也是两块被打了啊，看一下啊，这件啥也没见啊，厉害，这两块。我的天哪，这么神奇吗？这是干了两块，漂亮。左手啊，左手。就垫下半手啊，你们可以自己先打一下，来，这是半手，这没什么好验啊，这没什么好验，这肯定是真的。先打半手啊。先来个小的啊。好嘞，先来个小的啊。厉害，软地上肯定打不动了呀，软地方不行的呀。所以你看起来这到底是究竟是不是那种假的，是吧？当然有特别高的打不了啊，重的，是吧？重的。五票了，给打完了啊，实实在在的打完了。确实打完了，打回去。哦，漂亮，一下就打回去了啊，右边，非常漂亮，非常漂亮啊！我说的啊，我反掌稍微有点伤，我要垫个东西啊，因为上次打黑金刚，所以这里面你们在想着，我可以徒手敢打五成六的黑金刚，这一杆，反掌。漂亮，哇，这个牛逼，这个牛逼啊！来了不来叫架子，所有的铁掌家人们，厉害，这个厉害，看看手吧，来手看一看，来，哦，这个漂亮，这个手看看，这个手好厚，哦，厉害，这块砖刚刚踩过的，没有作假啊，我直播间的现场没有作假啊，你看看这鼓起来了 啊，水泥鼓起来了啊，我也不能保证啊，一次性能干得了啊。三场机会打不了，挑战失败。好，三下，三下打不了，挑战失败。漂亮。铁掌大师也要展示隔着厚厚的海绵打砖，砖石是不是真的？自己看一下，是真砖，真砖啊！好了，有没有凳子？我坐在凳子上打。是的，关六姐啊，好。那这样要不要我坐在凳子上打？不用，那就这样啊，直接干啊。没干啊。并不一定一次性可以成功的啊。厉害，就是这么神奇。厉害，好牛逼。打砖结束，格斗大王想感受一下铁掌大师的拳头能不能实战，所以打下拳击规则。很多小白认为打砖厉害，打人一定厉害，其实二者完全不是一个路子。因为砖头是不会动不会躲闪，是个死物，而人是会移动会躲闪，而且会还手。打人最重要的是距离感，如果对手不给你击打的距离，
就算你有霸王举鼎的力量，也只能打空气。事实证明，铁掌大师打拳击不是不擅长，是一点点也不会，还不如普通的拳击爱好者。真的，我打不了，我是习惯了打这个，打不了，我是习惯了，打不了，我不打拳击，不打拳击，这个不是我想象大王厉害，大王厉害，我打拳击，不是，我是你们在深修了，我是想感受一下你的拳发力，重不重？可不是，我不打，我也不会。咱们就赛马吧，我和大王我玩三把摔跤，玩三把摔跤，好，摔到地就可以了，好吧？摔倒地算啊，摔倒地下算。来，我再给他玩一个摔。你们接着录屏啊，录屏啊。因为拳击不能摔嘛。对。接下来切磋的是摔跤规则。摔跤虽然技巧很重要，但由于是贴身脚力，所以绝对力量也非常重要。事实证明，铁掌大师的力量起了绝对作用。好，对吧？哎呦我的！我操！真满意！不打了，三局连胜，拿下，对吧？三局连胜拿下，不打了啊！还是有点难度，因为他力气真的很大，我靠，他身上力气大，现在是没力气的，他身上都是割的肉，我靠。老家这个专业经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你说老外可能就是觉得牛逼啊，我跟你牛一块，对，是不是啊？但实话实说，正常，大家没点关注的点个关注啊，没点赞的点个赞，家人们分享一下哈。